啊？我印象当中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啊。莫德，我的车钥匙呢？快跑！哇，怎么门口还有人站着呀？我的车钥匙呢？卧室，只能在卧室。好，床上没有，完了。哦吼，哦吼，丢了！啊！能不能借车钥匙一用？大哥好，大哥现在用车钥匙吗？啥意思？你现在用车钥匙吗？你要用我的，我丢了。从我赢了之后，我印象当中我就没见过他。哦。你还出去吗？不知道呀，没事你先用吧。那我先出去一趟。嗯。好。这个公式应用场景就是投影仪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